好，要自我介绍来。每个人问一个问题就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好来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吕田轩，双口吕，然后田田玉月田草的轩，然后我目前我在台湾人寿上班，那我住在永恒，然后今天来这里启程这个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参加，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这样子，谢谢。这样满意吗你们？有谁要问问题？